每当选举的时候都有机会听到一票都不能少，对于太空人来讲都是一样。美国太空人卢宾斯星期四在国际太空站上特别设置的投票处投票，他在上届大选亦都在太空站上投票。他和大部分太空人同样是在休斯敦训练，成为了德州居民。德州法例容许邮寄和上网投票，但是要先申请。卢宾斯就是以电邮投票。